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看一下维嘉 WellCare 怎么样查找医生。首先，我们来到这个链接，这个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那里，有需要的人呢，可以到下面直接获取这个链接。然后来到这个页面，先要选择自己在哪个州，纽约州。然后呢，你就点击右上角这个查找医生，然后点上去之后，你会看到他要你先输入一个邮编，比如11354，然后你就点击这个 continue 继续。然后呢，下面会让你选择你现在用的你要查找的是哪一个 plan，我们以红蓝卡为例子，然后点击继续。然后呢，一般客人比较喜欢或者客人选择比较多的都是这个有 give back，就是有返还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计划来作为例子。然后选了这个 give back open 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个 continue 继续。然后他会问你，你想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查找你的那个医生？我们一般用邮编比较多，所以这边还是选择11354。然后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邮编的那个覆盖范围5 mile 附近都能查找到。然后这边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找的是家庭医生，所以家庭医生英文呢，我们简写是 PCP，所以呢就是点击这个 Go to Results。OK，这边就出来了。这边就是一个在那个选择范围之内，所有可以选择的医生都在这里了，有600多个结果。但是呢，它每一页可能就只是显示那么10个。如果你觉得太少了，你也不想看这么多页的话，这个每一页可以看到最多50个，所以你可以在下方那边改一下那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下呢，维嘉他们这个搜索的页面没有其他，可能没有其他保险公司做得好，因为其他保险公司他们呢会在这个选择的地方，可能会把医生所接受的语言或者他们懂得说比如说普通话、广东话、英文、西班牙语、日语之类的，他都会作为一个选择的标准给你。给客人去选择，但是维嘉这个页面呢是没有这个选项的。如果大家想找那个中国人或者会说中文的那个医生，可能大家需要从那个医生的名字去判断。比如说这边这些一看应该就是老外医生了，然后像这个吧，卢中朱。他可能就是中国人医生了，他就会说中文了，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标准，比如这个石小玉应该也是会说中文的，所以大家只能从这个比较笨拙的方法去判断自己的医生会不会说中文，或者怎么样找会说中文的医生。